赛够精彩哦，轰过加桃，这个球打成一个左半边，今天兄弟相对，哎呦喂啊，这下子不妙啦，穷啊穷啊穷啊，三垒安打，张正伟这时候打了一个三垒安打，如果没有加计失误的话，他就追平联盟的记录了哦，当然也就是成为一个并列记录的保持人啦。这个球看有没有不规则哦，如果有不规则的话，会给三垒安打。对，应该是给三垒安打。如果是的话，他就凭张家浩生涯的37支三垒安打的记录，居然是短，哎呦，有加计失误哦。哇，这个球应该没有啦，这个是不规则，有一点、啊、有点差嘞。这个应该等一下可能会改、嗯，可以争取，应该会改改、嗯。我觉得应该联盟技术组会。你看看啊，这个角度啊，落地以后，他以为掌握到了。对啊、是因为差练的，对啊，这个没办法，这个计失误对左外野手比较不公平。